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汉，万山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暗影英雄突袭。好，旭哥接下来分享这游戏啊，官方认证 T0 最强的手抽阵容2024啊，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嘛，还有隐藏版的需要最强的福利。那首先呢，直接在开头给大家最新的福利啦，有这个礼包嘛 TITANWAR88 这边，那他们这边还有像是参加这个 Facebook 还有 Discord 都会有隐藏版的序号啊， Discord 的连结在那边，大家可以去参加，还会有隐藏版的序号。那最新的一组 TITANWAR88， 好，各种最强的福利、最强的攻略，还有这个最香的妹子呢，都在这一攻略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，就可以快速的跳过主线。然后就是有这个放置奖励可以去领取。好，那接下来旭哥来讲一下这个游戏最新最全的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的人头，人头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在画面的右上角一个兑换码，这个就是通过主线5-1就可以兑换的。所以你就是这个通过主线5-1之后呢，选这个左上角人头，再点这个右上角的兑换码，在这边输入礼包码就可以了。那旭哥会把这个游戏的礼包码放在影片的留言区，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码都会放在影片的留言区，所以大家可以在影片的留言区找到最新的礼包码，就在这边输入5-1之后就可以在这边输入礼包码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把这个邮件奖励领起来，新服账号，这个有货币啊、100钻，还有这个召唤。这个、殿堂的转蛋券，这个就是高级转蛋券，那可以把这个角色抽起来。好，那背包呢也可以开一下，拿到这个圣灵使者，还有这个5个角色稀有英雄，开到5只 A 角，哦，女武神，哦，不错不错。蛮多好用的角色，兰斯洛特、黑暗骑士。好，那主线推一推呢，我们就可以来抽手抽啦。来，刷一下手抽。来，我们中的角色，紫色的 A 级角色小妹子，那我们可以再来抽一抽。哦，蓝色 A 级的，再来一个 A 级的，哦 B 级的。好，那旭哥再来讲一下官方认证最强的阵容啊。首先像是这个前排呢，摆龙血舞姬，然后这个铃兰鹿鳞，这个摆在后排，还有这个月皇妖灵呢，摆在后排作为这个主养。接下来呢，再摆这个输出核心搭配一只，像是这个电魂龙翼啊、阿尔瓦雷斯还有菲尼克斯，找一只输出的核心。最后再搭配这个副坦还有辅助啊，这个官方认证最强最神的阵容就组成了。那还有下面有讲说，这个登录10天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拿到110个召唤卷轴，所以这拿一拿的话，应该可以超过120多抽。就是将刚刚就是前面福利拿一拿，可以拿到非常多抽。好，官方认证最强的阵容还有最爽的福利就分享给大家了。好，那旭哥来推荐一下 T0 最强的神角手抽。那旭哥最推这只海洋公主啊 ，S 加的神角。那这一只呢有非常好用的全体的 AOE 输出，那可以造成最多350%的伤害，将这个清除对方身上的 buff 的效果。还可以清除我方的队友呢，这个身上大部分的控制效果非常好用。那其他像是有一些 buff 的技能啊，护体水盾啊，可以提高攻击力、护甲，
还有这个最大生命值的恢复这样。那碧波冲击呢，是可以攻击这个前排三个英雄，也是一个 AOE 的输出，造成250%的伤害最多。它的核心的这个技能海神之怒呢，它只要这个怒海嘲笑啊，击中目标越少，造成的伤害越高，那最多呢可以额外再加300%的伤害。整体来讲，这是一只非常好用的神角啊，然后又蛮香的，奶又够大，只是它这个头上这个不知道怎么有点好笑，它头上这个有点好笑造型。好，那奶够大，我们就把它抽爆，非常好用的一个手抽的神角。好，那旭哥来讲一下这个游戏最大的卖点啊，反而应该是它的小游戏，在画面一个拯救狗狗的这个小游戏啊，非常的好玩。它就是有非常多关卡，那你就是一关一关往上打，这样就可以拯救，然后把它画起来，让它不要就是被这个蜜蜂攻击。那撑过这个10秒钟，你就可以获胜了。这个游戏非常好玩的、啊，也是非常受欢迎。那旭哥也是看到这个 YouTube 广告嘛，他在广告这个游戏，那觉得很好玩，你就可以想办法就是去解这个，让他们就是被保护住这样。有没有像这样把它挂着？它的难度会越来越难，这样。那这个游戏非常好玩，就是不要让这个狗狗挂掉，然后是他们的表情好笑，算是这个游戏最大的卖点。那我们就是可以去解，想办法就是解出来，这样子，让这只狗不要挂。这样挂的话，你就可以想办法，就是让它不要挂。比如说画个三角形看看。或是画个椭圆形看看。这样子。掉下去。还蛮好笑的。反而这样就没事。好好笑。就是你可以想一些比较荒谬的玩法，这个还蛮好笑的。这个小游戏很好玩啊，旭哥蛮推荐给大家的，而且就是蛮舒压的，所以你可以画一些很荒唐的，比如说你画一个什么老二的形状也可以啊，或者什么的，两颗蛋之类的，这样只要能够保护它就可以，你要画什么形状都 OK。这个游戏真的蛮好玩的，所以就是你可以来舒压舒压。这个有两个，那我们就画个保护柱，这样子。哦，这蜜蜂竟然钻进来了，危险危险，感觉要冲上来了。好，差一点点，就是你要让它撑过10秒。这怎么长得有一点像？画一个奇怪的形状好了。刚好卡在那边，头掉不下去。好，顺便就是把这个破关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。刚好大家可以看旭哥，你只要前面有卡住的话呢，就分享这个。这是不是有破过了？刚刚不是破了吗？好，掉下去，跳过。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玩，画一些很荒谬的东西。好啦，跳下去了，GG了。看第9关是什么？哇，他要钻进来了，撑过去了，撑过去，好，差一点点。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玩啦、啊、你就可以想办法去拯救你的狗狗啊，这是非常好玩的小游戏，就分享给大家啦。那今天这攻略的非常多东西啊，那最终还有分享这个小游戏，还有礼包嘛，还有这个最强的阵容啊，最强的手抽神巧。还有这个礼包嘛的兑换教学攻略都分享给大家，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。
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笑独家最新都在旭哥的频道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